首先是身材，第二个一定要懂得时尚，反应要快，最重要的能坚持得下来。都在3:30准时起床，很累的话就3:40，4:30从家里出发。好啊。我叫吴安宁，今年22岁，从事的职业是穿板模特，在西青。我感觉没有说像想象中那么难，你要站在台子上，然后所有人递给你衣服，你只要穿衣服就好了，不需要去介绍。顾客来了，你要发现就是做什么样风格的衣服，然后给他完整的搭配好一套衣服，就是说让他拿起来更方便一点。最开心的时候就是说得到顾客认可，就是我套什么他拿什么。反应比较快一点，因为你在穿这套衣服的时候，你在心里就好搭配好另一套衣服，最快的时候也就6-7秒吧。最忙的时候大概我一天要套500来套衣服，这样就是没停过。我一天换的衣服可能别人一辈子都不会穿那么多。每天站那么久的话，脚肯定会有比较不舒服，但是还是都能坚持下来。冬天的时候我们那里没有暖气，而且我们的店是在接近楼梯口，那个冷风会吹上来，就是说很冷也没办法多穿衣服。做这一行业的话是真的有一些压力的，我觉得有的时候我感觉也挺迷茫的。我们市场穿板模特的话大概也就100多个，大的店的话3个左右，小的店就是1个。这样工资的话，这种是根据每个店里的情况，就是7000到3-4万都有。我还是比较敬佩在Sijiqing上班的这些，不论是穿板呀还是销售呀，因为他们能坚持下来本来就是一种不容易的事情。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负担吧，你把它看作是一种责任的话，你就会更有动力。我这个人的话比较独立吧，还是想以后会有自己的一份稳定的事业。自己都没有能力照顾好自己的话，那你肯定照顾不好自己身边想保护的家人或者爱人。有付出并且坚持下来，肯定多少都会有一点回报，我觉得。